但是前期一起跟着法师向佛菩萨上问讯，再问讯，三问讯，
是行善的信女。啊，大家请坐哦。那我们今天啊，要来为我们啊所熟悉的。所常常在一起做佛事的廖青生啊，做头七，所以一个人能够让大家怀念，一个人啊能够让大家敬佩，真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诸位莲友啊，以及诸位法师。那我们一起啊来祝福啊廖金圣菩萨能够放下世间，能够往生净土，这个比较重要。那
跟廖金生这个因缘啊，大家很深很深啊，啊，还没出家，站着就认识了，啊，所以十几年的付出，啊，大家在每一场法会都看得到他的影子，在这莲友参加法会，在这莲友啊来供万灯。啊，所以北部地区，啊，大部分义工法师都认识他，所以能够这样子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而且他也很有责任，啊，法会开始就拿着啊风马旗啊开始挂风马旗了，啊，法会到不用说什么，就开着车去接驳啊。啊，所以大家看在眼里，啊，是一件啊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持续那么久的时间。从他在世的时候，啊，大家聚在一块做佛事，啊，那比家人还亲呢，啊，啊，所以啊，湛乐啊，直到廖金生往生。啊，所以第一时间啊，就拜托我们啊建宗菩萨，赶快帮他点49盏灯，啊，因为我们廖金生菩萨跟我一样怕冷，啊，但是人什么时候走，那个时间点怎么样，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啊，所以但是拜托各位，啊，交代清楚。啊，如果哪一天你设身不能用啊，跟你的儿子、跟你的女儿啊说清楚，千万不要冰啊，好不好啊？因为晚上啊半夜走掉了，啊，那这个时间点啊也因缘啊没有好没有坏，但是就是这样子，大家就在休息，不知道啊，那小孩子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啊，不知道联络谁啊，所以又延续了。啊，妈妈之前的啊藏仪社，啊藏仪社，我看也不是很懂，啊，马上就好，先冰起来再说。那，啊，我听了也，哎呀，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只是一直回向，一直做功德，这样而已。啊，所以做一个佛教徒，自己要啊交代好，啊，大家都知道8到12小时，啊不能够冰，啊最好为他念佛。啊，没人，那就放念佛机吧。啊，但是没关系，人走了，后事交给我们。啊，所以第一时间，啊，那，啊，知道了。啊，今天很多菩萨想来，没办法来啊，时间的关系啊。啊，所以就，师父我们会在网路上祝福廖金生的。啊，所以廖金生，啊，是不是我们的法亲眷属？是不是啊？是啊。有一份说不出的感觉，啊，所以会让我们怀念，啊，那湛乐，啊，自己也觉得，啊，如果儿子，啊，如果允许的话，如果做得了的话，啊，那就延续爸爸的工作吧，对不对？啊，尽，啊，自己的能力，啊，能够延续爸爸的遗愿，我相信爸爸希望两个小孩子都学佛。啊，有钱没钱无所谓，啊，但是这个心，啊，可以拿来报恩，啊，什么叫做报恩呢，啊？学佛，啊，什么叫做报恩呢，啊？利益众生，念佛念法念僧，啊，所以人会死，但是这个死，啊，可以让人怀念，啊，也可以让大家学习，作为一个榜样。所以廖金生是不是生命勇士啊？是啊，生命勇士啊，啊。撑到最后，啊，所以在世的时候，啊，身体不好，但是也不管那么多，开车，啊，接驳，啊，吃东西也少，那大家看到他就拿东西给他吃了，然后他就说：“哎呀，不出去啊，不出去买家姐家，给干家了，到天了了。”啊，所以他也感受到大家的温暖，啊，所以在他
生病的时候，大家慰问，大家关心，在他住在这个疗养机构的时候，大家也不断的问，不断的回向，所以法会大家也有视讯，所以大家看到这个视讯的内容，我们也很感动，他也很激动，对不对啊？就好像想，好像想说，哎呀，我也想要去啊，我也想要参加，跟你们在一起。所以今天是头七啊，我相信我们不用招请他会来啊，对不对？搞不好在隔壁整理排位啊，要叫他入座。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就跟他的儿子讲，跟藏仪寿说，法师自己来，什么都不用，佛七我做佛事我们自己做。我们北部的法会够多了，大家念佛回向，大家诵经回向，所以前几天很多菩萨们打电话来，师父，对啊，我们可不可以来？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做好防疫工作都可以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虽然很冷，但是内心的慈悲对廖师正的关怀永远不灭的，祝福他，祝福他，我相信他也感受到各位的祝福了。所以今天为他放生啊，花鸟今天为他供灯隔壁大家点法师们也都来了，熟悉的环境，熟悉的法会我在廖先生往生的时候不断不断的也透过念头跟廖先生沟通，放下放下这身体不能用了，哇，你现在哪里都可以去了呢，来去自如了，你是三宝弟子廖金生这一条命以前大家都知道弘法院摔下来居然还可以这样子度过这个十几年不可思议，他的愿力值得我们学习一法会就他法会就有动力，你知道吗？没法会就在家里面在被中奖就像我们过年也去也是一样在那个泰山屠宰场反正只要北部有法会就有他的影子，那几家都没哪逛呢很自动自发的师傅，我等下排位再完，我要再去生命道场师傅师傅，生命道场完之后，我等一下要去板桥我等一下要去台北，哪里哪里所以很不容易什么事交代给他，他就让我们安心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也让廖金生安心好不好？让他好走让他能够成愿在，让他能够去极乐世界无所障碍所以今天就是头七我们用行动来证明来回向给廖先生愿他能够万缘放下，世间是虚幻的，但是累积广大的资粮他的影子永远留在我们的脑袋瓜里面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各位学习所以湛乐的愿望希望如果儿子可以就继承爸爸的遗愿吧能够做多少算多少那这个才是永恒的值得我们追求的，世间幻化的有一天永远会生灭的，我们身体有一天也不存在但是这段期间我们能够听经闻法，能够大家一起做好事烟供火供放生，那是多么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念佛愿地藏王菩萨摄受加持廖金胜能够来到此地，也以廖金胜菩萨的因缘，他很喜欢在排位，他真的很喜欢在，各位就知道他很喜欢在排位的廖金胜这个排位要不要花掉师父不用了我在就好了，就不用不用急着画了。你提牌位，我伊就收，你知影无？那不拒绝了。牌位拿给谁？廖金胜，牌位拿谁？你拿给我。没有。真的是不容易不容易一台车就丢给他，这样跑来跑去跑去台中跑去哪里只要跟他讲，他说好，几点出发都没关系不容易不容易所以大家跟我念，我等虔诚，为诸众生，念地藏名号，引请三宝，南无地藏。
三宝
加持，三宝加持，一心报恩，一心报恩，招请十方法界，招请十方法界，受苦众生，受苦众生，料金圣菩萨，料金圣菩萨，料世历代祖先，料世历代祖先，料今生，料今生，累劫冤亲债主，累劫冤亲债主，现前讨报，现前讨报，冤亲债主，冤亲债主，历代祖先，历代祖先，七世父母，七世父母，过去所杀所吃，过去所杀所吃，所有动物，所有动物，一切水产，一切水产，堕胎流产胎儿，堕胎流产胎儿，来临此地，来临此地，同享功德，同享功德，当下离苦，当下离苦。南无波波提利揭谛多利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提利揭谛多。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提利揭谛多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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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那耶多耶，南无波波提利揭谛多当那耶多耶，唵三多那揭多娑婆诃。唵三多那揭多娑婆诃，唵三多那揭多娑婆诃。看烟火真言点点水，唵波波提利揭多利当那耶多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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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藏菩萨摩顶礼真言。唵波罗蜜多利多利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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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耨多罗吉娑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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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过来，三昧耶真言。阿三昧耶萨埵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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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秘杯拿起来，我们一起念：嗡啊吽嘛慈水慈米，普施周法界，所有恶鬼，所有受苦的人，都有福报，业障消除。嗡啊吽。娑婆诃，南无娑婆。
婆哎耶耶啦三婆哇哇日来佛哎耶耶啦三婆哇哇日来佛哎耶耶啦三婆哇哇日来佛晚上汝等鬼神众我今师汝供此时便是发一切鬼神供Om Mani Lin So Ga Om Mani Lin So Ga Om Mani Lin So Om Mani Lin So Ga Om Mani Lin So Om Mani Lin So Ga Om Mani Lin So Ga 三坛子虚空藏众那么萨瓦旦那格达白有比丘摩诃贝萨瓦旦那布格贝萨瓦那玛依玛嘎嘎那嘎苏嘎那么萨瓦旦那格达白有比丘摩诃贝萨瓦旦那布格贝萨瓦那玛依玛嘎嘎那嘎苏嘎那么萨瓦旦那格达白有比丘摩诃贝萨瓦旦那布格贝萨瓦那玛依玛嘎嘎那嘎苏嘎挥挥旗子，那么正南下雨。看看你，看看你，落着你，落着你，坐着你，坐着你，扎沙你，扎沙你，扎地汉那，扎地汉那，沙瓦嘎玛巴那巴那，那美沙瓦山多那就说那，那摩那那扎呀呀。看看你，看看你，落着你，落着你，坐着你，坐着你，扎沙你，扎沙你。扎底汉那扎底汉那沙瓦嘎玛巴那巴那那美沙瓦山多那就说那那摩那呀扎呀呀嗡嘎嘎尼嘎嘎尼罗扎尼罗扎尼坐达尼坐达尼扎沙尼扎沙尼扎底汉那扎底汉那沙瓦嘎玛巴那巴那那美沙瓦山多那就说那。大家翻开七十页我们人会做错事情。那对着佛菩萨面前忏悔，带着众生忏悔，以廖金生为首，后面无量无边的众生，大家一起忏悔，大家跟我念：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今对佛前求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一切罪障皆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与意之所生，从身与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忏悔，一切罪根皆忏悔。再来要念三宝弘名罪为殊胜没有皈依三宝，就近离，就近痛苦，就近轮回，就近生死。一旦皈依了就回头了，这个叫做回头是岸，开始孝顺了，开始知道怎么修行了开始知道善恶了。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引导亡灵，引导亡灵，受苦众生，受苦众生，廖金圣为首，廖金圣为首，皈依三宝，皈依三宝，皈佛，皈佛，皈法，皈法，皈依僧，皈依僧，皈依佛，皈佛，两足尊，两足尊，皈依法，皈依法，礼遇尊，礼遇尊，皈依僧，皈依僧，众中尊，众中尊，皈依佛，皈依佛，不堕地狱，不堕地狱，皈依法，皈依法，不堕恶鬼，不堕恶鬼，皈依僧，皈依僧，不堕畜生，不堕畜生，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皈依佛，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佛，两足尊，两足尊，皈依法，皈依法，礼遇尊，礼遇尊，皈依僧，皈依僧，众中尊，众中尊，皈依佛，皈依佛，堕地狱，堕地狱，皈依法，皈依法，堕恶鬼，堕恶鬼，皈依僧，皈依僧，不堕畜生，不堕畜生，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两足尊，两足尊，皈依法，皈依法，皈依尊，皈依尊，皈依僧，皈依僧，众中尊，众中尊，皈依佛，皈依佛，不堕地狱，不堕地狱，皈依法，皈依法，不堕恶鬼，不堕恶鬼，皈依僧，皈依僧，不堕畜生，不堕畜生，皈依佛经，皈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法经，皈依僧经，皈依僧经。愿佛菩萨加持所有众生跟我们有缘，法号叫做慈悲，一起利益众生。三十二业七佛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色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理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色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理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色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博身如来，南无理不畏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我们一跟菩萨拜一下药包，那药包拿起来啊，可以写一下啊，廖金胜啊的名字啊，愿他病苦消除，身心自在，能够。意念着本愿力啊，能够继续利益众生，做菩萨啊不容易啊，但是诸佛加持，不断不断的轮回，不断不断的利益众生，就是这个愿力不可思议啊。八十页药师七佛。南无圣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业自言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圣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自言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南无善明称吉祥王如来，南无宝月自言光阴自在王如来，南无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南无无忧最胜吉祥如来，南无法海雷音如来，南无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如来琉璃光，愿往庄严无等伦，无边情愿力有情，恶水所求皆不退。南无东方净琉璃世界消灾延寿药师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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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日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南无月光遍照菩萨。奉请十二药叉大将，奉请工毗罗大将，奉请拔舌罗大将，奉请明记罗大将，奉请安毗罗大将，奉请得毗罗大将，奉请三毗罗大将，奉请因达罗大将，奉请婆夷罗大将，奉请摩诃罗大将，奉请真达罗大将，奉请昭度罗大将，奉请毗羯罗大将。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药师会上佛菩萨，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大家药包拿起来放在右手，各位念着嗡嘛吽的时候，我们念佛持咒，我们参加法会，我们拜忏，我们供灯，我们供水，我们放生，
浓入药包，再来念着嗡嘛吽，大家集气观想，料金正在现前啊，然后放蓝光啊，药包放蓝光，加持廖金胜从头到脚，最后啊，廖金胜也放蓝光了、啊，琉璃体没有痛苦，很快乐，做了莲花要往生净土啦，八大菩萨现前啦，嗡啊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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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波揭巴帝毗沙奢俱卢帝琉璃波罗波罗僧那奢耶檀那揭多耶阿那勒帝三藐三菩提。但知大恩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南无波揭巴帝毗沙奢俱卢帝琉璃波罗波罗僧那奢耶檀那揭多耶阿那勒帝三藐三菩提耶。但知大恩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南无波揭巴帝毗沙奢俱卢帝琉璃波罗波罗僧那奢耶檀那揭多耶阿那勒帝三藐三菩提。但知大恩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所诃。帝呀他唵毗迦杰毗迦杰呀嘛哈毗迦杰那吒三摩噶帝所诃。帝呀他唵毗迦杰毗迦杰嘛哈毗迦杰那吒三摩噶帝所诃。帝呀他唵毗迦杰毗迦杰嘛哈毗迦杰那吒沙摩噶帝娑那。药包拿起来啊！各位都知道，我们廖金胜在世的时候，心脏不好，胃也不舒服，脚也啊装支架啊，全身上下都有不舒服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头顶不要碰。那、啊、我们大家求佛加持，一起来加持廖金胜身上碰一碰，大家病苦消除，小饼肉。唵悉利多悉利多吉扎利萨婆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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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缘偈，解结解结解缘结，结了多生缘何也？悉心体力八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结了多生冤何也？悉心体力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解结解结解冤结，结了多生冤何也？悉心体力发虔诚，今对佛前求解结。药师佛，药师佛，消灾延寿药师佛，随心满愿药师佛。佛说八句平安偈，诸有众生类，在土界中者，悉住于地上；及虚空中者，慈爱与众生，令各安修习。昼夜勤专精，奉贺众善法。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我们刚刚有在隔壁为廖金胜供两千盏灯啊，一个人要自己休息，自己累积资粮啊，所以一二十年的这个廖金胜。也是累积广大的资料我们常常到处去供万灯他都有根嘛90%吧所以我站的有累积的大概
450万盏灯啊。所以我看到今天应该也有300万吧，对不对？啊，他现在最重要的不是福报的问题，是要劝他，知道吗？啊，人有福报，但是不断的要跟他提醒，要去给他修改。啊，那你的本愿力是什么？学佛的目的、念佛的目的、利益众生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解脱啊、生死啊，啊，跟佛在一起，去极乐世界。才有更大的力量回入娑婆，度你的小孩啊，还有在跟我们这些法亲眷属一起利益众生啊。啊，当我们同在一起，对不对？同在一起不是唱歌，不是跳舞，啊，不是吃肉，不是造恶业。当我们同在一起是法会，啊，带着众生去放生，啊，供灯，啊，所以我记得这个这一两年，我们都除夕夜啊都有在。泰山屠宰场供10万盏灯，啊，说哎师傅，啊几点要去啊？啊，我几点袂当去啊？你讲意思讲我讲几点就几点，伊无差啊，伊出来按道好就好啊，伊就车几个就出来啊。啊，所以就载着我们中立的义工，载着我们的名利，啊，到处去，啊，或者有时候啊，讲他没什么事，啊，他也带着这些物资啊，啊，到处去送，啊，然后给里长啊。啊，跟着我们名利啊，啊，到处去送那个弱势团体啊，等等，哇，这个是很难得的，难得的悲心啊，啊，所以我们再一次要祝福廖先生啊，听师父的话，先去极乐世界等我们哦，啊，你现在很快乐哦，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啊，但是要知道哦，啊，极乐世界是你的故乡，啊，那我们啊，再一次的来提醒。廖先生再一次的来为他供灯啊，灯的力量，意念本来处，灯的力量加持。原来我是要来利益众生的，原来我啊，对于这个世间不执着，没有怀念子女的缘、家里的缘啊，都是暂时的。最重要的还是回归西方，所以跟我念，我等虔诚，我等虔诚，为廖先生。